孩子跟他关系好吗？孩子？不好，孩子，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开开心心的，父母领着去动物园呐、游乐场啊，我们家孩子这么大了，甚至都没去过。你们结婚之后，他是常年在外头，还是也在家里？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是经常在家里带孩子，他是一直说在外面挣钱，挣钱的。然后他也没挣了多少钱回来，每个月的工资都没有他拿出去的多。等于你结婚之后就不工作了，是吗？对，我就在家里带孩子。你在家里带孩子，按照分工你是出去挣钱是吧？对。但是你挣不回来钱是不是？对。钱都从哪儿来呢？爸妈给点嘛，就是。他在外面工作的努力吗？不努力。那你在外面干嘛呢？其实不是不努力嘛，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想嘛，我在工厂里面拿一点点那个收入，怎么给老婆孩子带来美好的环境呢？就是自己一直在外面想拼搏啊什么的。你都干嘛了？在外面拼搏、在外面像朋友啊，做生意的，就是一起跟人家过去。后来到最后，其实把那一份工作自己也弄丢了。等于这么多年来你无所事事，是这意思吗？就六年来你可能做了很多事儿，但是一事无成。对。努力了吗？其实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啊。可是现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。你现在在外面欠了钱了是吧？对。欠多少钱啊？大概20万吧。怎么欠的呢？做生意亏了，还有做事的时候请人家吃饭啊，都是消费比较高的嘛。哦。就是这，花钱应酬是吧？对。就光应酬了是吧？对。说白了这钱不就乱花了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欠了20万呢。嗯。平常人家借给你钱的人不问你催钱吗？我家里面亲戚啊，朋友啊，就是一直在催这个钱，所以我想把家里面这个房子卖掉，还清债务嘛，从头再来嘛。你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多少钱吗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，我是不知道的。那你们怎么过日子的呢？你都不知道他借了多少钱？过日子，因为之前我都是跟公公婆婆坐在一起的，吃什么都是公。很自卑的那种。